大家好，在我身边的是商业电台的资深记者雷子健 Edward。 很感谢你，因为过去几个月呢，我知道你采访了我们很多科学园里面的科创精英。今次呢 Edward 轮到我访问你，我想问你在这个制作过程里面呢，其實有沒有加深到你對科學園的認識啊？有的，因為以前其實很淺薄的對科學園認識，可能只是假期的時候踩單車經過，覺得科學園很靜，同埋知道有個金蛋咁樣咯。咁但係今次做完呢個特輯之後咧，就即多咗好多認識啊！即原來香港科學園裏面有咁多咁有活力嘅公司，即喺度做一啲好無窮無盡、一啲好新嘅意念咁樣咯。同埋好多都係對社會有益，又或者係啲好得意嘅嘢嚟嘅。特別係佢哋呢啲都係一啲年輕人啦，好似我咁，其實都係二三十歲嘅年輕人嚟嘅啫。呢樣嘢係令我好 amazed 咯。我希望佢哋繼續努力啦，諗多啲新嘢出嚟，然後貢獻到社會，令我哋受惠咁就最好啦。